我会一直执着于做这一个偏向义诊，是因为根据统计啊，其实未开发的国家还有比较偏向的地方，其实致盲的因素都是因为畏角症的屈光不正，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那个视光人员，我觉得有必要就是要把视光这一块推广，然后要帮大家把视力矫正好。像刚刚有一个阿姨，那个病历表是写着看不见，我问她说为什么看不见，她说她在这十年来都是这样子过的，那医生就是跟她说她是看不见的。后来量完度数以后，她本来没有戴眼镜的时候只可以看到 0.1，看完以后可以看到 0.5， 这个阿姨就非常非常的开心，原来她是可以看清楚这个世界的。验完这个度数以后，我也觉得很感动，因为这个就是义诊的最大意义。每次帮一些无论是视障的朋友啊，还是比较低收入户的朋友，需要帮助的朋友，帮他们配完眼镜，他们都会惊呼说哇怎么这么清楚的时候，我自己的心里也感到很大的喜悦。我的原生家庭也比较贫穷，所以我这一路上也是靠着很多人的帮忙才有到今天，所以我也会把这一份爱这样子慢慢的走下去，希望能够慢慢的走到每个部落去。单亲家庭啊，然后我妈是单亲妈妈，其实平常工作上就已经很辛苦，然后那时候就跟我说她想要接触义诊这一块的时候，我是觉得就是公司都这么忙了，还要再去就是做其他这些事情，真的好吗？这样子第一次出去的时候才体会到，原来真的就是有这么多可怜的人啊，比如说低收入或是很老的，然后他们的度数都是一些比如说1000度啊，就都很高的度数，都没有钱配眼镜。那时候就想说到底他们都怎么过生活，因为都根本就看不到。我觉得参加义诊的时候，虽然有时候很热或是很累啊，或是很多人，他一天下来，可是会觉得说就是体会是一般都市小孩体会不到那种感动，你就觉得自己真的很幸福，就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样子。可是在深山或是原住民，他们就会很感谢，虽然只是不算什么，可是一句谢谢就会觉得感动很多。治疗我们的眼睛，实在是感谢你们。我们从来没有这个事啊，要到山上看我们的眼睛，一个一个的要给我们看病，看病后我们今天所有的住民都很高兴，是谢谢你们呐、希望各位以后经常到山上。看我们每一个老人家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来看病，很多地方我们老人家做什么事情就都有不方便，我们要到平地看病又不方便，我们也不会骑摩托车，你们这样来，就我们都很高兴很高兴，谢谢你们呐。
别人依靠。